每年五月亚太传统月，全美热闹登场。其中由国会在1999年制定的台美传统周也同时展开。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将于26号举行盛大的这个台湾嘉年华会，要把道地的台湾文化呈现给美国人来欣赏。活动当天将有精彩的文化表演。这个活动呢，主要也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啊，把我们台湾的多元文化，台湾本身它的这个优良的传统优质文化呢，能够借这个机会呈现给美国主流社会，加强双方的联系以及沟通还有交流。进行到现在呢，情况非常的好，所以尤其这两年呢，我们政府呢积极的来协助这个活动，对我们的台湾文化的推广应该是很有帮助的。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呢，结合是当地的航空公司，包括今年我们要首航的这个孝义航空，在现场来摆摊，结合当地送客到台湾的旅行社，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共同来合作，吸引更多的主流人士到台湾来观光旅游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，侨胞，如果你就近啊，看到这种我们东森的新闻啊，那你就就近啊，可以洽询我们这边也 OK， 或者说你就洽询当地的这一些主办单位，让我们这个活动啊，他们都能够来就也共襄盛举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希望我们的台湾传统周越做越好。活动当天将有精彩的文化表演，还有台湾正夯的文创市集，以及最受大家喜爱的夜市小吃。观光局也将邀请航空业者一同出席，并且提供丰富的奖品来抽奖，要送出免费游台湾的好康，希望民众不要错过。